我早已经遗忘什么是希望，在冰冷的石墙之内，梦想是什么？希望又在哪里？奢望着时间的飞逝，或许吧。孤独的我，将永远记得这一切。我将不再受尽折磨。终于，在长夜的尽头出现了曙光。我将踏上复仇之路。Thank you.